我们去哪呀？在那边呀。今天呢，我们要去老家，农村老家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曾经生活过的小山村。Go！ 走走走走 ，Go Go！好啦，小山村，让大家来感受一下我们曾经住过的小山村。猜猜我家老家在哪儿？这，哒哒哒，力气真大呀！哎呀哎呀！啊，我看两个爹，两个鸡蛋，俺爹放好。好不好吃？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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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喜欢吃。你等谁呀？等嘛啊，等嘛着啊。嘿，有种香味啊！说说讲，给大家看一下我曾经住过的房子，就是这里。还有，哒哒哒，这个还是我们曾经的洗澡间呐！我的天呐，怎么样，小山村的感觉？房子现在没人住，所以是老房子，地上已经大。发霉了啦，给大家看一下真实的老房子呀，简直好像探险啊。啦哒，妈呀，这都变成这样子了，坏了坏了，那个门在这里啊。 Oh my god， 楼梯都要坏喽。现在开一下老房子的房门给大家看一下我曾经住过的房间。快看，小姑姑也住过这个这里哟、哦、哈哈。以前我们曾经的这个娱乐方式，就是唯一的娱乐方式，就是有一个音响，然后放 DVD 看电视。对，这个地方是一个宗祠，这是什么什么我都忘了，反正我们小时候曾经在这里演出过哟。在这里面这个舞台，哈哈哈。啊，嗨，人类，你进来呀，快来快来。哎呀，充满回忆的地方哟，小时候到处这里生活那里生活都有满满的回忆哟。哎呀，突然怎么眼睛湿润了。小歌星啊，你的舞台，你的舞台。时间都去哪儿了？还没好好看看你，眼睛就花了。柴米油盐半辈子，转眼就只剩下满脸的皱纹。